的，啊，就有人要订我的位啊，吼。丽霞，你唔免惊啦，这个家吼，还阁是我这个老婆在做主，啊，什么经理唔经理吼，伫这个家无作用啦。丽霞，这个菜吼，咱摕去。奇怪啊！我升一个经理，咱厝的大家人拢看我气惨。哎，天哪，又该生气啦！明芳啊，不是妈妈爱讲你啦，啊像你安尼啦，逐天除了讲干那上班啦，啊倒转来就干那行棋、看报纸、画图啦。你才三十外岁人尔，啊每天过的生活吼，佫干那袂输迄落老伙仔。无怪恁那个强某吼，会甲你看不在眼内啦。无你是要叫我创啥？甲伊同款，逐天出去交一个应酬哦。搁再讲，家己画图这是我的兴趣呢。嗯，好啦好啦，那恁的代志吼，我真正嘛唔知道要安怎讲啦。总讲一句啦，都看恁伫当时吼，赶紧生一个孙给我抱啦。趁我这个时阵，还阁有迄个气力吼，甲恁斗出。啊，若无搁加几年，我若老吼，你若要叫我甲恁斗三工吼，我嘛是无法哩。啊，你袂老，咱储藏金术呢？对啊，我这个囝哦，就是安尼嘴遮甜啦，啊嘛咧奇怪，啊嘴遐甜哦，啊生育都叫无查某囡仔。嗯，那是我搞囝，那是大细足好爸母哦，我才袂。哎呀！太谢了。李白，大少爷，这衫我给捂好啊。我叫做明芳啦，以后不准你再叫我大少爷。你来阮家斗三工已经几个月了呢，哪里会这清楚？要不过太太伊。不用插你啦，来，你先把衫放下。我给你看一项物件，你看。大少爷，你画得真好啦。你敢看不出我这画的像？我看卖一下，看你有像无？大少爷，我楼下还有代志要做。咱唔只赶紧啦，你哈。敢无人甲你讲过，你穿了真水，真适合做模特呢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一定要甲你画一张全新的油画。阿兄，啥物时阵啊？要帮我画一张吗？大少爷，李少爷，我老公还有代志要做，歹势吼。无，哎，丽霞，丽霞。啊。你看你啦，人拢在惊走去啊。嗯，阿兄。我也是在求你呢。哦，你真好大胆，加上你还坐到你房间哦，你都不是不知影呢。啊，算是大错蛋的。莫跟你讲，拄只经过的人，不是我是阿嫂哦，你都害了。等我若无做啥袂当见人的代志啊，谁惊谁？嗯，嘴莫讲伊啦。若要转来，就跟咱鸟鸡挂着鸟同款。那你是在乌白讲啥啦？我看啦。哦，我真想呢，好看安尼啦吼，我替你保管啦，卡免叫大嫂，看到你遮麻烦咯。哎，无咯，你做答应我啦，好乖，答应我啦，我啦。哎，无啊，啊，恁在唱来唱去，是咧唱啥啦？我看一下啦。哦吼，也是安尼啦，阿兄吼，我看女朋友画素描啦，你看，你看有水啊？女朋友。那你当时有女朋友啊？我哪拢唔知啊。这个人看起来吼，面色平鲜呢。明忠啊，啊图都给你画好啊，你出去，莫当只烦我啦。哎呀，多谢啦吼。我知啦，出去，我出来啊，出去，你出去啊。这都奇怪，这张图内面的查某囡仔，哪遐面色啊？是你都看过，
收到。看你这就叫伊认出来啊！李小雅，这图用得上我袂？袂用得啦。袂用得哦。是讲哦，我食遮尔大汉，头一遍有人替我画图，我足介意的，用得上我袂？别项物件吼，我会当送你啦。嗯。用过这张图吼，我要放伫我的房间，好好欣赏啊。蔡丽霞。阿嫂。原来就是你哦，不怪哦，我会感觉哈尼啊面熟呢。阿嫂，啊你看了，连我。退去啦。哎，阿嫂啊，啊你怎安尼啦？我姓李。丽霞，阿嫂你。歹势啦，啊无明仔载吼。搁叫明芳搁画一张画你就是啊嘛。厝内工课吼，我回来做啦，遮济啦。哎，阿母，你是要创啥啦？我要啉茶啦。你若要啉茶吼，我替你倒，吼，遮济。妹啦，我来啉啊啦。阿母，我已经较好啊。啊，你遮也袂当做，遐也袂当做，规天闲神神，食饱昏昏巴食，我感觉足无聊。你先当叫我等死许啦。阿母。你莫讲这啰无吉祥的话啦，你莫阁生气啦，拢是我阿妈啦吼。啊，阿婆知影，我知影你真有好，你是啊，在迄方头做工过无闲几工，转安尼还阁做工的事，而且，还照顾我一个无路用的老大人。阿母这不甘的，阿母，你莫要哭，你莫安尼讲好不？伊这么交代，伊这么吃都爱较营养，困眠都爱少，拢怪我无才调，我多赚较侪钱，买较侪药仔给你吃。养狗上无，我等我你休困有够啊。我欠你吃糜也欠真济。恁阿爸甲恁阿姐安尼失踪二十几年，拢无消息，就是死就是死。阿母，你莫阁伤心啊，过去的代志莫阁想啊，好不？我有一日到我咧在困的时阵，想来啊，想去，感受到是恁阿爸。恁阿姐，阿公，阴险！你即摆讲迄人是要创啥？我是在想讲哦，当初阿母若无做同意，你嘛袂再分开，阿阮嘛袂无老爸啊。阿母，莫阁讲啊好无？我无希望互囡仔听到这个话。你伫王家，哎，做来是笑我。哎，阿小奶奶对你好无？伊对我真好啊。阿母，你莫烦恼。我都放心。叫着。
没有回应。转语音信箱前不收费。Transferring to voicemail。是咱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对无？哎呦，我哪会安尼，甲这个日子袂记啦，失礼啦，失礼啦，我唔对，我唔对啦，安尼吼。我安尼无缘跪下头呢，但是要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结果呢，你本来人拢无转啊，连一通电话都拢无，你老是倒去倒啦？我去上班啊，哎呦，我就是无用一挂 case 哦，唔才甲这个重要日子放袂记的。哎呀，你啦，水宝的。莫生气啦吼，我家过身体啦，来来，看哦，你煮什么好料要我食，行行行，将你死人骨头来食，莫搞来这套。你伫咧上班，我打电话去恁公司的时阵，恁公司的人若讲你下昼都无伫个啦，你到底知无？你老实讲。无啦，我都真正无你。无，哥去过这个阿兰哥，你有手机甲无手机又是同款，你是不是走去旁妹妹，惊我知影，所以把手机拢关掉。哦，冤枉哦！天大地大的冤枉哦！我才有可能做出这种代志啦！我冤，无你老实讲啊！你倒去倒去倒。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去阮爸遐啦。去恁爸遐？吼、哦，你这礼拜已经等你三遍了呢。好啦，你若这么爱回去吼，规搬等甲伊住啦。真的哦，好啊好啊，我明仔载就叫人来搬厝，咱哦同齐甲阮爸住做伙，好不好？很细很大。无爽快啊！我转去甲看，煞袂记讲今仔是阮结婚的纪念日啦，安尼就气到安尼啊！哦，我俩总是发生什么大代志嘞？
哦，甲大家拢差精神啊，有够无聊的啦！大嫂啊，要死你啦！吼，走啦，行啦，好来等，等你啦！我今日都袂安怎？本来若了我生气，不会再当个台湾阿头厝的人去啊！阿弟嘞，你只是一个孤儿，你无人通好斗，所以你要当我对无？你安尼是咧创啥哈？明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凭我的面甲拍，你目睭内敢了看我这个大家啊？哈！妈，这摆我已经甲你分析了啦。不过吼，明珠后摆若是搁敢讲我身世吼，我绝对会甲拍。啦，大兄，当我拍狗嘛要带念主人对无？你真正无算查甫人啊你！别讲啦，你莫共款啦，无路用，你袂晓替我甲伸转去哦。迄是大兄伫遮，我歹好讲无面子啊，咱无即款的，我早就。正兄，我替你又甲你分析嘞。等啦，等下找所在，伊安怎啦？吼，行行行。我就不啦，我绝对要跟老爹开始把我抢到底啦。我若歹转去，看伊有在了对我安怎？等伊是伊的代志啊，我好好来求你，你也唔转，啊，我是要安怎啦？歹啦，要等你家己转去啦，好袂啦？歹做臭，歹讲我哪会用的无？一定知明珠是卖生官宝贝。你拄则当卖面甲拍，安尼敢着向？安怎？明珠以后都无大无细啦。伊讲别项吼，我是不管啦。但是吼，我上讨厌别人讲我身世啦。我是讲你是安怎？哈？我有无头无手啊，靠家己拍命，才有今日的地位呢。啊伊嘞，伊敢有才调啊？哼，敢若还甲查甫人生来尔啦，袂见小个查甫。你，我甲你见过，你看我无？甲我尊重体统下来，我就卖甲你见啦。要不你袂当无尊重阮家的人。如果来个发现，我安怎啊？你想要搞拍死啊？你来啊！你来啊！安怎啊？怕你啥？我先来转啦，明珠啊，我明仔载再来找你吼。我叫你卖哪里去碰壁，叫你走你边路。妈，妈，等下去看好戏，紧。怀念的，一间房内有你。